暖阳下，烟奔。别唱了，难听死了。干啥呀你呀？姐夫，有没有认识啥单身的小伙儿？你给我介绍两个呗。妈都着急了，天天催我找对象，天天催我找对象。哎我的妈呀，就你呀、哦？姐夫这么长时间我都给你撇了，主要有三点。啥三点呢？第一，你长得丑。你才长得丑。第二，你想找个帅的。第三，你想找个帅的嫌你长得丑。这有啥招？姐夫也没招啊。你给不给我介绍？你再埋汰我，我跟你说，我告我妈了。你看你总这样。哼。哎，我是怕直接给你介绍吧，给我丢脸。你这么的，姐夫，你看我把那要求降低一点不就行了吗？是不是不能给我丢脸？我不能给你丢脸，给我气得嘴都瓢了。不能给我丢脸也不把我真的吧。我考你个问题，给你整几个三岁的问题吧。妈呀，三岁埋汰谁呢？这我这智商考我三岁的？你给我整个三岁半的。没有整个三岁半的。我的妈，实挺大劲，三岁半的啊。那三岁半就行。行，哎，你说这人儿吹什么风，手舞足蹈啊？手舞足蹈，我知道了。啥呀？羊癫疯吗？啊，就这样似的吗？还行。第二个，你说这老太太都98了，牙就掉的剩一个了，你说她吃菜咋还能塞牙呢？那你说那老太太也是真能作妖。你喝点骨头汤多好，鸡汤啥大补，再吃点菜呀，这是。你别扯那个，我问你，他吃的啥菜能塞住牙？藕。啊？藕。藕啥呀？藕。藕片，它不有洞吗？哈哧一吐，牙根挂上去了，塞牙了吗？这进去了，进圈里了。算你对了。第三个问题。啊。看是啥呢？帽子呀。怎么帽子不能戴？妈呀，姐夫，我姐那事儿你知道了？你姐啥事儿啊？没事儿。你刚才问啥问题，姐夫？我说什么帽子不能戴？什么帽子不能戴？那个绿帽子呗。那你笑啥意思？没啥意思。说你姐咋的了？没有啊。哎，那啥，小姨子。啊？你看我这头发啥色？姐夫。你这头发吧，那个黑中还带点绿。拉倒吧，你这事儿往后放点什么？哎，不是姐夫，给我铁杠，哎，姐夫。哎，干啥去？还往哪儿去？谁呀？别跟我俩装。不知道我谁？我认识你吗？哎我的妈，戴口罩不认识我了？在那嘎达，我不你姐夫吗？你不我小姨子吗？戴口罩都能给我认出来呀？妈，我跟你多半天了。干啥呀，姐夫？这都不是我家，你咋找着我的？啊，你说我干啥？该我5000块钱，三年了，现在你姐都不让我回家了。有这事儿吗？没这事儿，你姐能知道吗？下死命令了，给我。我不记得了呀。你不记得不行啊，那我要得回家呀，我咋交代呀？那你咋交代跟我没啥太大关系，我走了。哎，不行走，今儿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。干啥呢？说啥不能走啊？上手。不啥。不啥是不是？啊。非礼了。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别扒拉我！你不行，走，还钱吧。哎呀，我不欠你钱，我还啥钱呢？你有啥事儿你就自己解决。3年前的那一天，死乞白赖非得借你5000块钱，磨叽我那半天借你了。没有这事儿，我走了，姐夫，拜拜。不行，走，还钱。还拉我？今儿你。给我吧，非礼呀呀，姐夫非礼小姨子了呀，拽我呀，小丫儿，整整你管我要钱。
喂，妈呀！啊，我一会儿就回家了，我今儿回去看你。什么？我跟谁呀？我自己呗，我能跟谁呀？啥玩意儿？我就三十多了，还没对象啊？啊，行了，别说了啊。嗯呐。啊，那行了。这老妹儿带劲啊！等哥有钱给你多刷点。来火了！哎，哎呦，状元了，状元了，状元了，疼啊！哎呀，有没有人管呢？状元了，兄弟，你咋回事呢？开车撞着我了，还问我，快点看病拿钱。不是啥玩意儿，就我给你撞了，这车搁这停着就都没走，就我给你撞喽，你这不碰瓷儿吗？哎呀，哪儿都疼啊，腿疼啊，胃不得劲儿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还胃不得劲儿，我还撞你胃上了，你赶紧的撒上走啊。走不了了。不是我也没撞着你，咋就走不了了呢？咋没撞着呢？你这都在这呢，还没撞着。我车都没开，咋撞的？赶紧快点的。你说没开，我说你撞的我，对不对？那谁能证明啊？你快点给我拿五万块钱，我就走。啥玩意儿？五万块钱？我这车也不值五万块钱呢。我把车给你，你开走得了。我要钱，我要你车干啥？没有，赶紧的。撒龙走啊、哦！哎呀，胳膊疼啊！有没有好心人啊？帮帮我！不是，你还想不想要钱了？咋不要呢？那行，我给你钱，你告诉我你多大了？你给我钱呢？啊，我给你钱。今年28。28呀？嗯。哎妈，真的呀？啊，我骗你干啥呀？你都给我钱了，我还骗你？哎妈，那你28，我24，咱俩正好，你跟我走吧，跟我回家去啊。我不走。我就要钱，不是，咋的呢？你跟我走，然后我给你当媳妇儿，还不行吗？我要钱，我也不要媳妇儿呢。不是，我发现你这人怎么没有一点职业操守呢？你连媳妇儿都不要了？我不要，我就要钱。不是，你说你都28了，以后找媳妇儿也不好找，就咱俩凑合凑合得了呗。咱俩不合适。我现在就要钱，给我小姐姐刷去。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，走吧，走吧，跟我回家吧，走。我不要，我不要钱。走吧，捡个。哎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！智力小游戏，答对奖励9000块钱。大姨，我玩一把呗。管谁叫大姨呢？瞅你那岁数比我还老，管我叫大姨。大侄女，我玩一把呗。叫小姐姐。小阿姨，我玩一把呗。行，不跟你叫。玩一把行，就给钱着呗。还给钱呢？看着没，答对奖励9000块钱呢。那你不给钱还能白玩啊？9000，我得买多少皮肤啊？多少钱？300，有吗？磕碜谁呢？300，瞅瞅，刚买包剩300，挺钱哈。那答吧，我自己答呀。那我还给你答呀？来。哦。6+9。那还有别的答案？放这，还有别的。这个好像也不对哈。哎呀，你要不行就别嘚瑟呗。15，6+9等于15。
你答的不对。这还不对？你说哪儿捡的对吧？你瞅这啥玩意儿啊？这都啥玩意儿？这是啊，不对。这个不对，这也不对，这个还不对。不对。那得啥呀？得啥？那我能告诉你吗？那我告诉你了，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我这游戏还玩不玩了？啊，你要不告诉我得啥，那我答的就对。你答的不对。不对，得啥呀？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呢。骗子。是不是骗子？给不给我钱？不给。我要买皮肤呢。不给，你答的不对。你确定不给是吧？啊。来人呐！瞅着我，这大骗子摆摊呢，有没有人？哎。等，你这么的啊，咱俩商量个事儿。咋的？我呢没带这多钱过来，完你在这等着我，完我回去取钱行不行？你去取去吧。你把这个搁这儿。多长时间回来呀？我十分钟就回来。我家离得近。十分钟啊？啊。行，那你快点吧。你在这儿等着啊。嗯。哎。九千，哎，冲他威吧！买。有没有玩的发家致富能买皮肤的小游戏？哎呦我的妈！快来玩呀！